五年来，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，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。面对台独势力、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，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、反干涉重大斗争。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要由中国人来决定。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，尽最大努力，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，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，保留采取一切必要。 措施的选项，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，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。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祖国完全统一。 一定要实现，也一定能够实现。